弟兄姊妹平安，好欢迎大家今晚来到这里。刚才呢，大家呢是听到有关于一首的诗歌，其实那首诗歌呢是以往都曾经是出现过在我们大卫城的一些聚会里面，是多年前呢在加洛萨修院那里是去灵修，一如以往都有一些旋律，有一些诗歌是从神而来的，就涌入了出来。而这首的诗歌呢，我直到今天都没有配到任何的词的歌词，只有旋律。这个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我不是不想填词的，但是暂时还是没有，因为我一切都在等候神。那既然是有了个旋律，我们都照出。而这首歌的旋律其实呢是来自启示录第22章最尾嗰几节，就是耶稣基督话：看啊，我必快来。跟住咧，地上嘅教会即系辛苦啊，阿门。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其实呢个系一个新郎同新娘彼此相遇嘅嗰一刻，亦都系憧憬住我哋将来主再来，我哋被提嘅时候，地上教会被提，你同我被提嘅时候，我哋与主相遇。我时常都憧憬住呢一日。号筒吹响了，但以我一个咧罪人的身份，其实我是有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但基督耶稣基督他藉着他的牺牲，令到我们没有玷污皱纹等类的病，可以献给他自己，做一个圣洁的教会或者圣洁的辛苦。所以呢，我在揣摩住，如果我作为一个新娘，但我这个新娘在我许配给耶稣，在我许配给基督之前，我已经是一个不洁的人。我深信呢，神呢是在这一刻就会体恤我的心情。本来呢我不应该是配的，所以我自己呢都会感受到，我如果真的见他的时候，究竟是很喜乐啊，很兴奋啊，定是呢这位主来接我的时候，我是很尴尬啊，我是很含羞啦，即是我是不敢去面对他的。但是因着他不停地向我呼吁的时候，于是我又要埋去，但我又觉得羞愧，但我要走埋去又觉得羞愧。如是者，这幅相遇的场面是不是很罗曼蒂克地，很浓烈地两边奔跑过去，然后彼此的拥抱呢？还是是这位新郎更加主动，他会冲埋嚟，然后我一个是失缩在一角，又或者想见他又怕见他的这种这样的心境呢？咁所以呢是有少少的不好意思啦，悲情啦，但去到最后被基督耶稣是这样的无条件的宽恕同埋拥抱同埋重新的接纳，又由个心中喜悦出嚟。所以我只可以这样说，其实站在我人来讲，一个软弱的人或者地上已经是受过伤，又或者是一个不贞洁的教会而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了的教会，而与基督相遇那一刻的场面，我的感受是什么呢？就是很凄美的，可以说是一个凄美的浪漫来的，是因为带着好罪疚感，但是又被主所爱所喜悦。咁呢首嘅旋律就系大约系咁样嘅意思，所以领受嘅时候系小提琴嚟嘅，咁就系小提琴。所以咧，感谢吴利山教授咧，佢就拉奏咗出嚟。其实咧，每一次领受神俾我哋嘅旋律同埋歌词嘅时候，都系好唔同。譬如 Here I Stand 嗰首嘅诗歌。是苏格兰风笛来的，耶稣之诗呢其实是长笛来的，还是声沙沙小小的那些长笛来的。所以是不同的歌呢，很奇妙，就有不同的乐器，就是这样接收到，然后呢再有圣灵感动，就传出了文字歌词。一切都是属于神的，而这一切其实都是与主再来有关。所以呢，在未来的岁月，如果经过大家的祷告，神给歌词我们就给咯，不给就有得这个旋律，让我们大家呢是去契通的。
今天晚上跟大家分享大卫帐幕怎样可以堵住破口，重修大卫那个倒塌了的帐幕呢？一讲到破口，其实呢士每拿教会就是启示录的个七封书信给七个教会的第二间，他要面对的事情呢是非常的值得我们去参详，并且引以为尴尬。士每拿教会在拔摩海岛之外的第二近的一个教会，如果顺时针方向呢，先是以弗所教会，然后就去到士每拿教会，然后一路这样落的其他的五个教会的。而士每拿教会或者士每拿这个城市直到今日还存在，其他的城市已经不存在的了。所以这个教会是非常的特别，甚至很多人说这七个教会是说呢当时是真的这七个地区的教会，又或者是教会的七个时期，又或者上次我跟大家分享了，其实是讲教会的七种的表征，又或者现象，又或者软弱，又或者它应有的那种的气质。那呢，我觉得是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有意的就应当听，所以是向众教会讲的，并且在主再来之前呢，这一切将会是更加的清晰，是显示到出来。士每拿教会它是如何的呢？在第二章启示录第七、第八节开始至到第十一节，圣经是这样讲的，他说你要写信给士每拿教会的使者说，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你将要受苦，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意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这封书信也是七个教会的书信里面最短的一封来的，也可以说呢是基督耶稣呢没有在这一卷的这封信里面呢是去责备过士每拿教会的，即是士每拿教会呢是没有被责备过咯。他所面对的是相当的艰难，以致到呢他是需要呢是付更大的代价了。今天教会呢其实都有一个这样的情势。原来呢士每拿呢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很多神的地方啦，并且老早已经建了一些神庙，在罗马的帝国会建立一个有神一样这样的王朝的时候，是他的殖民地和罗马的子民都要膜拜他们的君王。之前百几二百年，士每拿这个城市已经自动献身，自动是去呢是去即建立神庙，并且呢是倾向罗马帝国的这一种呢是朝拜君王、朝拜假神的这一种这样的处境，所以他是很得到罗马帝国的信任和称许的。士每拿这个地方亦都有犹太人呢在那里落籍移民到那里，那亦都呢是保罗是各方面呢是在那里亦都设立了教会。不过设立了教会呢就受着双重的逼迫，第一重的逼迫呢就是士每拿这个城市的人民和政府，是因为呢他们知道基督徒呢是不会膜拜罗马帝国的神明和君王的，所以呢他们都视他为眼中钉。第二呢就是移民到那里居住的犹太人，他们呢也都是很仇恨基督徒，觉得他们叛变了犹太教的。其实呢这班基督徒当然他没有叛变到犹太教，所以呢耶稣基督都说他们呢自称是犹太人所讲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他们是撒旦一会的人。因为犹太人他们敬奉上帝的，他们是信奉摩西律法的，但有些很极端主义的呢
是絕對的反基督，所以他們都不容許基督徒在那裡落地生根，所以他們都會聯同士妹拿城裡面的貴胄、他們的長官，是不停地說很多毀謗的說話去控訴基督徒。所以呢，士妹拿這個城市的基督徒呢是受著雙重的打擊，也因著這樣的緣故，所以耶穌基督寫士妹尼教會的人呢，說我知道你們有患難，他們的患難就是被人攻擊，另一個患難是什麼？他們是貧窮，不過括弧上帝知道其實你們是富足的。他們為什麼會貧窮？因為當時的基督徒被逼迫的時候呢，是拉到他們呢又鎖啦又殺啦，甚至呢縱使不是這樣也好，都會沒收他們的、家產的。所以呢，那些信基督的人他們很容易被人家是清算，是攞曬佢哋嘅家當，所以佢哋咧由一種富裕又好，又或者揾到食嘅咧，都好容易咧會變成貧窮。而另一方面，亦都可能士妹拿城嘅呢個地方有好多低下階層，佢哋感受到耶穌基督嘅愛，所以咧好多基層人士係信咗耶穌。所以話士妹拿教會咧，因著種種嘅打擊同埋佢哋所面對嘅會眾咧，到頭嚟佢哋就成為在那七個教會裏面呢，其實是最貧窮的一個教會，甚至相對最後提及的那個老底家教會是極之富裕的那個教會來說呢，其實呢他們真的呢個落差更大咯。今天呢，我們要來去看一看為什麼士妹拿教會是被耶穌基督肯定，他們在患難在貧窮當中，耶穌基督安慰他們，耶稣基督直斥那些犹太人的非，是因为他们不是真正的犹太人，他们是撒旦一会的。那即是说，原来他们是被撒旦利用的。所以耶稣基督就劝戒他们了，在第十节，他说你们受的苦你们不要怕，你们会受苦，但你们不要怕，魔鬼要将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他会是去整你几个人，即不是全部人，他会是打击你部分人，让你们全体 去恐惧的，即这个都是一种的伎俩来的。你们会被试炼啦，受患难啦，会监禁啦，虽然说监禁好像十日好像很少，其实这个是代表一段短时间，又不一定很长的时间。所以耶稣基督就劝喻他们要务要致死忠心了。即是说呢，原来魔鬼撒旦是不停地在作工。如果士妹拿教会的处境同普世今日嘅普世教会系有关联嘅话，咁我哋试问今日呢个教会又能否独善其身呢？究竟我哋有冇俾魔鬼系去毁谤，又或者咧系去攻击呢？其实今日令到教会四分五裂，系咪一定系外在嘅嘢，还是我哋已经有咗个破口？呢个破口就系魔鬼同撒旦嘅工作。其实呢，撒旦是一个名称，魔鬼呢是一个本来、是神所创造的在灵界里面的一个最高位份的天使，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天使长。在以西结书，我们一定要理解一下这位魔鬼的来源，以到今日我们就不要重蹈覆辙，甚至要认识他更加多，以至我们可以防备他，我亦都唔需要惧怕佢。喺以西结书第二十八章，圣经咧系咁样提及，有一位嘅好高级嘅一位人吓，或者一位嘅灵，我哋可以咁讲，佢去到一个乜嘢嘅地步咧？咁可以话咧系喺圣经里边提及嘅那恶者咧，佢原先佢系点样样嘅？在二十八章以西结书第十一节下开始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你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曾在伊甸园，在伊甸上帝的园中佩戴各样的宝石，
就是红宝石、红碧玺、金刚石、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金，又有精美的古笛在你那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你是那受高遮掩约柜的基录帕，我将你安置在上帝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擦出不义。你想想这个被创造之物，如果真是讲紧当时时的推罗王，这个推罗王怎会是在伊甸园之初的时候已经存在呢？或者有人说希伯来人写的东西是很夸张的，他其实是讲紧那个皇帝，但是试问真是一个地上的王，又怎能够有充足完备的智慧呢？所以有些圣经学者他们都认为这个其实是讲紧原先的是神所创造的灵界里面极高位份的那一位，他是掌管在伊甸园，他是掌管基路伯，是覆盖着那个约柜的那位的天使长，甚至高过天使长。因为上帝所创造的灵界里面呢，是应该没有一位呢是靓得过他的，是因为他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他伊甸园里面所佩戴的所有地上的最靓的宝石都在他的生命当中，他是那些瘦高的基路伯，他都是掌管那些的。你想想一个极高位份的天使长，他何竟做了魔鬼呢？他怎会成为被上帝所撇弃的呢？在以赛亚书第十四章，更多人是去供应，其实这里其实是讲紧那恶者魔鬼撒旦的来源。其实他有一个很漂亮的名字 Lucifer。原来 Lucifer 的意思是什么？明亮之星，早晨之子。所以上帝透过以赛亚书呢，是去说魔鬼啊，你是什么啊？他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撼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上帝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在历代没有一个人讲过这些说话，够胆讲这些说话，又或者圣经里面没有记载过任何在灵界里面的天使、天使长、或者天君，又或者那二十四位长老，没有人是讲过这些的说话。即是魔鬼他位份是极其高，他是早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大家一定没有忘记启示录耶稣基督怎样自称，我耶稣，我是明亮的神星，我是犹大的狮子，我是明亮的神星，我是大卫的根源。只有耶稣基督配讲这些说话，但是上帝创造他的时候，他是靓到一个地步，是荣光到一个地步，他本来就应该有的真是明亮之星，早晨之子。上帝这样看他的，上帝这样使用他的，但是他没有因为这样而满足，他骄傲起来，正如刚才以西结先知所说的，后来他当中就有一种罪行出来，有了一种情欲出来，有了一种败坏出现了，是因为他骄傲。兄弟姐妹，他说你一定要坠落的，为什么？上帝说因为你心里面曾经讲过这些说话，这说话很犀利的，连续五次他说我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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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我要升到天上。哇，很犀利，去到上帝那个的境界，我要高举我的宝座，高到个什么地步？是上帝众星以上。
即其他靈界裏面的所有創造物之上，要同上帝平等的了。講我要坐在聚會的山上，在北方的極處，我要升到高雲之上，我要與上者同等。撒旦做緊乜嘢？魔鬼做緊乜嘢？喺聖經裏面，上帝嘅寶座喺邊度？聖經裏面形容過喺北方嘅極處，即係話北方嘅極處其實係代表乜嘢？係上帝寶座嘅嗰個方位、嗰個方向。而呢一位嘅早晨之子、明亮之星，佢話：我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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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去到最後，竟然就係去到上帝嗰個寶座嘅位份，佢要與上者同等同位。但係記得佢係被創造嘅噃，呢種咁嘅驕傲嘅心係咪好似喺創世記第十一章，我哋人類喺墮落咗之後，竟然油然而生嘅，亦都一樣咁樣去起咗巴別塔，塔頂要通天。呢種就係人嘅驕傲，冷惡者魔鬼就係驕傲。其實魔鬼就係一個敵擋者，魔鬼撒旦嘅名，撒旦嘅意思就係那個毀謗者，係嗰個咧控訴者。或許我哋兄弟姊妹真係要反思啦。呢一位嘅魔鬼撒旦，佢係迷惑人心嘅。今時今日主基督就快翻嚟，佢點會放過呢個機會呢？連聖經耶穌基督都曾經講過，佢係咆哮嘅獅子，要吞吃嗰啲可以吞吃嘅人。耶穌基督都承認有魔鬼、有撒旦嘅存在。而聖經由舊約去到新約，多次提到呢個魔鬼，所以我哋作為基督徒，我哋作為教會，我哋唔能夠唔去諗到佢隨時隨在就喺我哋身旁。魔鬼撒旦，佢正係做咗好積極嘅工作。你同我當然唔係魔鬼啦，但有啲時候我哋竟然成為撒旦喎，因為撒旦嘅意思就係毀謗者嘛，控訴者嘛。所以咧，士媒拿教會耶穌話：佢哋唔係猶太人，佢哋撒旦一會嘅人，即係佢哋係做緊撒旦嘅工作，係因為士媒拿呢個城市嘅嗰啲猶太人時常喺羅馬嘅官員面前去毀謗嗰啲基督徒，去控訴嗰啲基督徒。聖經都講冷惡者撒旦其實係晝夜控訴弟兄嘅，魔鬼撒旦就係控訴者、毀謗者、抵擋者。耶穌基督喺馬太福音第十六章問出面啲人話：我係邊個？啲人話：哦，你係以利亞，你係邊個邊個先知？係先知哪一位？耶穌跟住問呢十二個使徒：係呀，人哋咁講我，咁你哋話我係邊個？大家就靜曬，因為大家都唔知道耶穌係邊個，因為去到嗰一日為止，耶穌基督嘅身份仲未顯露出嚟，真正嘅身份未顯露出嚟。可能沉默咗一段日子時間之後咧，使徒彼得突然間就嗌咗出嚟：我知道你係基督，係永生上帝嘅兒子，即係話你就係尼賽亞，基督就係尼賽亞，你就係君王，你就是永生上帝嘅兒子。耶穌基督好開心，佢話咧：彼得啊，呢個唔係你自己可以知嘅，乃係聖靈話俾你知嘅，你自己唔能夠知曉嘅。所以咧，知道彼得，你係磐石，我要將個教會建立喺呢個磐石上，即係話我要將教會建立喺你承認我係基督、承認我係上帝兒子嘅呢個信念嘅根基上。好開心，跟住耶穌講完，彼得哇不可一世，我相信好多使徒都哇你真係好叻。哇！就係咁樣咧，去咧讚譽佢，又或者係敬服佢。哇！佢真係領受咗一個好犀利嘅，從來冇人知曉嘅一個異象，係第一次嘅咁樣確認咗耶穌係基督，係上帝兒子。跟住耶穌就話：不過我如果我真係要做呢樣嘢，我要上去耶路撒冷，我要去死。然後使徒彼得係咪即刻攔住耶穌？然後耶穌即刻講咩説話？撒旦退我後面去！啱啱一分鐘之前，耶穌先至話。你是有福的，是圣灵告诉你的，是那位上帝告诉你的，
啊，你是磐石，我要将教会建立在你这个的信念，在这个的磐石上，是一时无两的彼得的遗训。为什么一分钟之后突然间又说他是魔鬼，是说他是撒旦呢？他撒旦，你退我后面。耶稣没有说他是魔鬼，因为魔鬼真的另有其灵，但是撒旦是魔鬼的工作，是魔鬼的别称。所以连使徒彼得竟然被耶稣基督当众说他是撒旦，你退我后面去。所以兄弟姊妹，我们岂不是要小心吗？如果使徒彼得都有可能是做了撒旦做的事，以致到被耶稣都视他为这个行为，这些的说话是撒旦的话，那更加何况你和我呢？那你说，哦，我们不会的，我们不会的。其实谈何容易啊，原来我们真的会的。兄弟姊妹，只要你和我是毁谤人，只要你和我是控诉人，只要你和我抵挡上帝的圣功，其实我们是撒旦一会的人。我们没有毁谤的人，论断没有事实就去讲，这个是毁谤。不是说我们本身就是魔鬼，而是我们做着魔鬼要做的事，因为他昼夜毁谤我们基督徒，毁谤毁谤毁谤。如果今天地上的教会，实话我们香港的教会，如果我们都有彼此之间在毁谤，彼此之间在控诉，其实我们在做一件什么事呢？士妹拿教会，他在极患难的时候，被人毁谤的时候，他们依然倚靠耶稣基督，他们依然做他们应做的事。他们的贫穷是因为他们付代价去传福音，他们贫穷是因为他们为主牺牲，他们贫穷是虽然是物质贫穷，但他们的灵里面是富足的。这个灵里面的富足，稍后我要跟大家去分享。但是问题就是，我们作为地上的教会，我们有没有好像士妹拿教会一样呢？在启示录第十二章有一段的经文，我们要留意一下。在启示录第十二章，我们看到上帝是怎样与那恶者魔鬼抗争。第七节到第十一节上半节，上帝这样，圣灵这样说：在天上有了争战，米迦勒和他的使者与龙争战，龙也和他的使者去争战，并没有得胜。天上再没有他们的地方。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倒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我听见天上有大声音说：我上帝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上帝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今日地上教会会不会仲系同呢条龙去争战，同魔鬼争战呢？当年波斯的守望的天使长都要呢跟大魔军在这里争战，所以迟了。也都圣经说，当天使长要面对魔鬼的时候，都没有责备他，只是说主责备你，是因为他本身的位份真的极高，但是现在他都跌了下去。连天使长都懂得他不会立乱控诉，因为论断和真正的控告是属于上帝的权柄，你和我不能够超越神。否则的话，我们以为我们有资格去毁谤人，有资格去控诉人，有资格抵挡上帝的圣功的话，其实我们就是撒旦一会的人。这个就是最大的破口，上帝的帐幕是倒塌之处，就是倒塌在这个裂口当中。当这些破口一创大的时候，教会就会冧下去，因为教会亦都不其然地做撒旦的工作。所以我们不论断，不要控诉，没有事实根据，不要毁谤。
我们教会要反省，我们个人都要反省，我们不要做这些事情。这个是一个最犀利的破口，是那恶者在天上没有地方可容他，他一定会摔下来的。虽然他落来的时候，按照启示录其他的经卷说，他就卷起三分一的星星，即是三分一的天使一起落了地，即是他是有 权势的，他有很多附和者的，他在这个地球上，在这个世界上是迷惑人心的。但兄弟姊妹，我们自己要反思之余，倘若我们真的有诽谤的人，真的有控诉的人，控诉的教会，求主怜悯。冷恶者这样借着我们诽谤和控诉的口成为破口给他入了来的时候，我们又如何可以打得赢他得胜呢？圣经很清楚说，我们的得胜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今天教会但愿更多羔羊的血透我们的祈祷被支取下来，我们凭着羔羊的羔血，羔羊的宝血，我们只可以责备或者代表上帝，甚至我们是有这个权柄可以去斥退冷恶者，是靠羔羊的宝血。而哪个够资格去用到羔羊的宝血呢？是靠恩典，你和我没有一个的权柄或者一个道德判断去判断到这些事情。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真的有闲言闲语，如果今天我们有很多很多诋毁人的说话，舌头上很多的过错，心里面很多的阴谋论，不知道的情况底下是讲得出就讲，我们就要听圣经的话，不要学似士妹那的犹太人，反而我们要学士妹那教会的兄弟姊妹，受着这么大的患难和攻击的时候，他们没有提出控诉，他们都不诽谤犹太人，他们是忍耐，他们忍耐是因为神要他们忍耐。如果你觉得今天这些经文真的跟我们现在的教会说，又或者向你和我的心灵去讲说话，那今晚是我们一个可以说是认罪悔改的时刻，我们可以靠赖基督的宝血，是去恢复我们教会应有的位份，并且呢我们是堵住这个破口，是基督的宝血。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祈祷，我们仰望我们的主耶稣。慈爱的天父，感谢你，是因为呢这个风雨飘摇的日子，原来士妹拿教会是受着当时的整个社会的控诉，甚至是受着他们犹太的弟兄兄弟姊妹的控诉。其实会不会我们基督教会在这段日子，甚或我们可见的未来，都很可能会受着一些无情的诋毁、毁谤和控诉呢？我们应该怎样的预备和自处呢？甚或不单止是外在的他人的攻击，而是原来我们教会里面的兄弟姊妹，一如犹太人一样同根生的，都可以有这种的毁谤、嫉妒、猜忌，甚或去到我们个人的群众、我们的社交的圈子、我们教会的所属的群组，又或者我们的家人，如果我们当中真的有毁谤的话，有互相控诉的话，主啊，但愿我们记起圣经诗篇所讲，伸冤在上帝，因为上帝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而不是我们自己是去进行这种的控诉审判之权。愿上帝你再一次透过基督耶稣的宝血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真是一个软弱者，有谁是未曾被那恶者昼夜在上帝面前控告过的呢？如果我们真的都被那恶者昼夜控告过的话，我们又怎可以去诽谤和控诉其他人呢？
如果是梅拿教会的人，他们都被毁谤和控诉，而上帝是没有叫他们是去驳斥，只是叫他们忍耐受患难，甚至会因着这样的缘故被下在监中，都要冒要致死忠心，是因为我们真的没有这个权柄可以去论断控诉毁谤人。主耶稣说，如果舌头都可以被控制，全身都可以被控制了。耶稣说，如果我们的舌头曾经讲过一些不合宜的说话，我们在做撒旦的工作。贵为使徒彼得都曾经拦阻耶稣，做了撒旦的工具，但我们感恩的是使徒彼得已经悔改，并且步耶稣基督的后尘，是走上一条各各他的道路。所以今天我们众兄弟姊妹在主的面前谦卑俯伏，也都代表我们地上的教会求天父赦免和原谅，是因为教会在今日有很多彼此的攻击、控诉和毁谤。我们教会不是清白，今日地上的教会依然有很多的软弱。主耶稣说，赦免我们的罪，我们只知道我们讲多了、讲大了、讲得不合情理，我们代表了上帝，我们好像魔鬼撒旦一样，我要、我要、我要、我要，要去到极高的位置，在道德的高角度去审判人、控诉人。主耶稣，我们不知道很多事情的表面和它的底蕴之间有多少的落差，单凭我们眼见就已经作出一定程度上面的底位论断的话，求耶稣赦免。主啊，让我们重新的爱我们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大家彼此相爱，让我们在主的面前求基督宝血来去洁净，让我们互相代求，彼此认罪，求主怜恤，叫我们教会重新得力，以致那恶者不能昼夜控告我们，因为我们已经有基督的宝血，而且我们谦卑认罪悔改。愿基督耶稣视我们为你怀中的羊，纪念你为我们这只羊的寻觅回来的过程里面是流了多少的宝血。愿主施恩赦免，让我们接受你的爱，祈祷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弟姊妹，就让我们再听一首的诗歌，是神给的，你听过的了，牧人的血滴，让我们藉着这首歌再将荣耀归给神，只有基督的宝血可以救我们。
聖經告訴我們，在啟示錄第二章第十到第十一節，再讓我們來重溫一下上帝怎樣來激勵今天你和我。他說你將要受的苦你不要怕，魔鬼要將你們中間幾個人下在監裡，叫你們被試煉，你們必受患難十日，你務要至死忠心，我就賜給你那生命的冠冕。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凡有意的就應當聽，得勝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其實耶穌基督要我們至死忠心，我們就有生命的冠冕。士梅拿的山就叫做冠冕，士梅拿的人是很知道什麼叫冠冕，特別一個人極高的榮耀的時候，他們會被一些花冠，即是一些花所編織成的，給他戴，不過是他死了的時候才可以戴。但神給我們的冠冕，卻是我們生的時候已經可以戴，是因為我們務要至死忠心。在我們今生人，雖然我們受著患難被攻擊，我們好像很苦惱，但我們依然是會得勝的，我們一定是會的，是因為神與我們同在。其實剛才所讀的經文，我們要留意一句很重要的說話，士每拿教會所受的患難、逼迫和困苦，特別他們的貧窮，剛才說括弧，其實你們是富足的。這個富足不是物質和外表上，這個富足是靈性上的事情。在以弗所書，我們都會看到一段的經文，這段的經文呢是形容描述一個人是如何的去得勝的。聖經這樣講，他說你們學了基督，第23節，他說呢，又要將你們的心智改換一新，並且穿上新人，這新人是照著上帝的形象做的，有真理的仁義和聖潔，所以你們要棄絕謊言，各人與鄰舍說誠實話，因為我們是互相為肢體，生氣卻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給魔鬼留地步。保羅勸喻以弗所教會人要穿上新人，是照著上帝形象做的，是有真理的仁義和聖潔的。即我們作為教會，不單要堵住魔鬼的破口，不要做撒旦一會的人，不要提出任何的控訴，而我們要棄絕謊言，與各人與鄰舍說實話，不要講一些互相攻擊的話，因為我們要互為肢體。如果你真的要很生氣的話，不要將這個生怒變為你的情緒，生氣不要犯罪，也不可以含怒到日落，你要早一點的讓這一切的仇恨，或者會變成仇恨，甚至會將一些的初頭的小小的衝突而轉化成為一些的攻擊、毀謗之前，我們就要停止了，否則的話我們就被魔鬼留地步。所以你看看保羅在以弗所書所說的，其實我們大家是不可以這樣的互相攻擊。其實他後面呢還有很多的說話，譬如說污穢的言語你不要說，要隨時說一些造就人的好話，要叫聽的人得益處，不要叫聖靈擔憂，你們受了個印記，是要等候得贖的日子來臨，即是主回來的那天。所以第31節呢，他繼續這樣說我們的，他一切的苦毒、惱恨、憤怒、讓鬧、毀謗、並一切的惡毒都當從你們中間除掉，並且以恩慈相待，全憐憫的心、憐憫的心彼此如饒恕，正如上帝在基督裡饒恕了你們一樣，他的寶血遮蓋了我們一樣。所以你看看士每拿教會所面對的毀謗攻擊，就好像以弗所書的面對的當時的處境一樣。所以呢，我們信徒，我們是基督的門徒，保羅呢就吩咐我們不要這樣，不要這樣。你看他吩咐我們不要被魔鬼留地步的，都是什麼？就情緒、毀謗、攻擊人的說話、謊言，都是這一切。所以上帝叫我們不要令聖靈擔憂，是因為我們已經受了個印記，是等候得贖那一天來臨。
呢一切一切嘅毁谤、愤怒、恶言恶语，全部都要喺我哋当中除掉。大卫帐幕就系需要喺我哋生命里边除掉呢一切。喺圣经里边，我哋除掉晒呢一切，咪倒空咗咯。撒旦又好容易翻翻嚟噶，所以我哋唔好俾魔鬼留地步啊！所以呢一切走咗之后，我哋喺灵里边就要富足起来，做上帝要我哋做嘅嘢。是什么？全怜悯、恩慈、彼此相待、彼此饶恕，我们要做这些。这些恩慈你有没有发挥到出来呢？虽然士妹拿教会说他是贫穷，但是耶稣却是肯定其实你们是富足的。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使徒保罗教那个年轻的牧师提摩太，叫他牧养教会，教会里面所有人你都要牧养，贫穷的、失丧的、有病的，你要牧养，但亦都冇遗漏咗嗰啲咩啊？喺今世富有嘅人。嗱，当然啦，我唔系话我哋系富有人，而系话我哋都要知道，原喺上帝嘅心中乜嘢叫做富足，富足系乜嘢事？所以咧，保罗喺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七节系咁样讲，咩叫做富足？佢哋要祝福嗰啲今世富足嘅人，唔好自高啊！亦都唔好依靠嗰啲无定嘅钱财啊！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上帝，又要祝福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者，乐意供给人。如果咁样做嘅话，就为自己积成美好嘅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士摩拿教会富足之处，他们是贫困，但是他们灵里面富足，是因为他们不依靠世间那些无定的钱财，他们是依靠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那位上帝。百物不是重点，是享受才是上帝重点。享受的意思就是说，不在于你拥有多少，你懂不懂得去享用它。而这一切是享用的意思，享受的意思，不是因为你拥有很多所以你满足，是因为你可以享受到上帝的慈爱，并且你享受到施予给人的时候，你去帮助人的时候，纵使我们很微小很微小，我们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即是说发放我们那种的爱心的这一件的事上面，就是建立一个美好的根基，是一个永恒的根基，是持定真正的生命的所在。所以众兄弟姊妹，你一定有恩赐。或许你说我没有钱奉献，我的富足不能够 在奉献的金钱里面施比受更为有福的这方面我们满足，不紧要。但是你有恩赐，你有爱，你有宽恕，你恩慈相待。什么叫恩慈相待？就是极力为对方做得最好，极力的用你的心是呈现给对方，让对方是去感受得到，这个都是一种的富足。我刚刚过了生日，我今次的生日呢，收到我女儿送给我一份的礼物，是一支的笔。咁咧就一睇咧，好清楚咧，佢系木製嘅嚇。咁咧就都幾重手嘅。咁就筆啫嘛，好普通啫咁。或許我作為一個傳道人，有啲時候咧去侍奉完咧，都有人咧或者送支筆俾我紀念嘅。咁所以我都曾經擁有過一啲嘅筆。但係係咪阿女送俾我會珍惜啲咧？當然啦，因為女送啊嘛。但問題咧，呢支筆咧令到我更加是觉得心里面感动，是因为这支笔是他亲手做的。这支是一种木来的，是缅甸的梨花木，他选取了一支这样的木，选取了一些配件，然后他就用机器去刨去捞下，即是 去磨，用了四个钟头做了这支笔出来，还找了这个精美的盒送给我。我不是在于这支笔值多少钱，是他专门去学这门手艺，然后他能够以后自己去用木来做笔，而第一支他想起是要为了送给我要学这门的手艺。即是说女儿们
兒女們要這樣的對他的父親，不是這樣出面買一樣東西回來，而是同樣的那個價錢，他學這門手藝和一切的背件和用個工場種種的計算代價，是這支筆不足1000元。有很多人可能送筆給你，送1000多或者幾千元或者幾萬元的筆送給你，但是在我來說，我更加珍惜的就是當中的這一份的愛，這一份的愛就是富足，是因為他為我做了很多事，我感受到他的心思意念。同樣，我們很多兄弟姊妹去服侍基層人士，服侍單親家庭，不是就是這樣奉獻，又或者為他們不飯不送，又或者呢一個疫情的時候，我們舉行到一次又立刻又要停擺的那個天水圍的聚會，是因為前和後我們要去逐張椅去抹，前和後我們要去消毒一些地方，一個的場地我們是啟動了16支的地拖，你可想而知有多少義工是去幾猛烈的猛地做猛地做，而是即是他們是來到一小時的聚會，限他們一小時的聚會，可想而知背後所付出的甘心樂意的抹廁所、抹廁所板、抹地，做這樣做那樣，是那個心是做起上來心裡面富足，並且是甘心的這樣做去奉獻自己。是啊，木它價值有多高我們不知道，但是木經過呢是一些的調教，它可以做到很精美的十字架。木本身可能不太高價值，但是這個十字架的價值就高，因為在其上不單止有心，不單止付出，不是1000多元的問題，是基督耶穌那條命。哪怕這個十字架這個木是很便宜的一個物質，是貧窮的，是基層的，是原始的，是這個地球很基本的一些東西，但是它預表的它是一個很沉重的一個代價和禮物。其實我最喜歡的十字架就是這支十字架，是粗糙到不能再粗糙的，一路用都還甩皮甩骨的。是啊，這個十字架反而會叫我想起耶穌基督，他那個已經被抽爛了的鞭打到皮開肉裂的背脊，還要磨在一個沉重的粗糙的十字架之上，你抬著他是這樣走，背後那種的心、那種的愛、那種的赤貧、那種的無地自容，但是到頭來他可以賺取到你和我的生命回來，在他來說原來是這麼尊貴的一件的事情。那我們有什麼說話可以說，說我們可以是得救呢？而是單單得救呢？而不是有很沉重的代價為你為我而付的呢？或許今天我就是這支的木，沒什麼價值，但如果我肯順服耶穌，背起他叫我背的十字架，受患難、被攻擊、犧牲，並且用盡一切的心思意念去愛人、去付上，不要被魔鬼留地步，縱使我是一支這麼粗糙的木，我深信我們表達的就是士梅那教會的那個至死忠心，這種的是死亡甚至是矢志不渝的努力的，不介意任何的困難的，我們依然想很多方式都要繼續去侍奉的，不會因為有任何的艱難我們就停頓下來。雖然惡者一定會攻擊我們，但我們要再繼續祈求，求基督寶血潔淨。種種技術的緣故，今晚其實我們不可以用 YouTube 直播的，所以都麻煩了大家要在 Facebook 那裡來收看，就因為我們的同工是遇到困難的時候，一些的阻滯的時候，我們祈求主，主又給我們聰明智慧，善用回個恩賜，開啟回這個可以直播的門，我們可以跟大家見面。其實做任何的事，魔鬼撒旦有很多的工作在做，但是大家要記住，這些絕對不是 YouTube 的錯，不要以為 YouTube 做錯事，不關事，這些是其他技術性的問題。但是問題就在於有很多人為了今晚的聚會來祈禱，很多兄弟姊妹帶著個渴慕的心來到大衛帳幕裡面，上帝顧念到我們這份對他的情、對他的心，他讓我們大家可以繼續的
建立翻呢個大衛倒塌咗嘅帳幕。我哋去迫切嘅求基督嘅寶血臨臨，然後我哋努力實踐聖經要我哋實踐嘅，去愛，去寬恕，以恩慈相待，互相嘅接納。呢個就係今日教會其實最需要做，以致那惡者唔可以再有任何嘅毀謗攻擊。兄弟姊妹，我喺我哋同心嚟一齊去靜思同埋禱告，安靜一陣間。基督耶穌係你嘅新郎，佢呢一刻如果翻嚟接你，我哋預備好未呢？如果我哋有多少仲係羞愧嘅話，但又唔能夠抗拒佢嘅愛，其實我哋裏面係一個好複雜嘅心，但裏面總有一種虧欠感。但願我哋呢種嘅虧欠感，讓我哋去依靠基督嘅寶血，再一次求寬恕。如果我哋真係喺富足嘅事上面，即係以外在嘅事情為重，而忽略咗嗰個靈裏面去順服上帝，同埋係去為人而活，係去咧犧牲自己，係去祝福其他人嘅話，求主赦免，讓我哋重拾呢一份嘅愛，去做更多更多嘅善行，好叫我哋今生真係富足。我哋同心嚟祈禱下，同心嚟祈禱。喺祈禱嘅時候咧，我哋嚟聆聽翻呢一首《我願你來》嘅呢一個旋律。我哋。
众兄弟姊妹，就让我们继续在主的面前一起来祈祷一下，我们同心祷告。主的天父，正如你圣经叫我们不要自高，既然提摩太前书提我们不要自高，我们就会想起以赛亚书十四章，魔鬼就是那个本来是早晨之子、明亮之星，他就是要自高。今天我们愿意认罪悔改，恳求天父教导我们不依靠那些无定的钱财，我们只依靠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那位天父。既然上帝你要我们行善，主啊，我们就乐意在好事上面去付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我们要用个心去作，我们的心只可以被圣灵感动，让我们的心不被那恶者侵占，以致到我们只是想起自义自高而去诋毁毁谤其他，反而我们是粗糙的木材，我们能够是背起耶稣为我们度身订造的十字架，就让我们有这个牺牲的情怀，并且爱人走多几里路，用神的爱、神的力是去扩大了自己在主面前的力量，跟随基督耶稣，因为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凡事都能作，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凡是在善事上面可以富足的事，我们都能作，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就可以彼此宽恕的事上面能作，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就可以彼此恩慈相待，也都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叫我们是讲一些好的说话，是去彼此造就，互相建立。如此，我们可以藉着基督的宝血，堵住教会和我们家庭，甚至我们自己生命的破口。愿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作的功，求你亲自的建立。我们都会宣告，我们但愿能够成为士妹拿教会的众兄弟姊妹，我们都要成为他们的一份子，在这个年间是被上帝称呼我们是至死忠心，并且我们渴慕上帝给我们有生之年都可以佩戴的生命的冠冕。当人家看到这个冠冕的时候，其实就看到我们信徒在口德上、在善行上、在品格上都能够成为众信徒的榜样，成为金灯台，叫人因着我们的好行为而将荣耀归给在天上的父。我们的祈祷感恩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兄弟姊妹，我们很感恩，也多谢大家一起来参与，让我们都能够去继续。下个礼拜一呢，我们是去分享到别加摩教会，是我们的主题呢是服从，但愿神呢是赐给我们服从的心，特别在今个世代，不是服从人，不是服从任何，乃是服从我们的主耶稣。也都希望大家呢是广传这个的大卫帐幕，让更多人可以参与。整理一下我们自己，预备我们的心，最后我和大家是为你们祝祷，我们同心来祈祷。你们要在你们的生命当中，在你们的生活里面去荣耀神，要谨记你是天国的子民，所以行事为人要好像士妹拿教会的兄弟姊妹一样，上帝就会得荣耀，并且会将生命的冠冕赐给我们。又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团契能力，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祝福各位。
Thank you.